蓝的天空，有幸福的彩虹，是属于你和我编织的梦。轻轻乘着风，甜蜜的遨游，青春的梦想手中紧握。不怕孤单寂寞，不怕泪水坠落，我要飞越世界，勇敢的承诺，坚持最初的梦，幸福在转角等候，七色的彩虹点亮心中悸动，闪耀的梦照亮你和我，化成幸福的彩虹，张开翅膀，天地任我蜂拥，穿越绝望，坚定的翱翔，绽放无限的笑容，青春梦想属于你和我。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我给您沏茶。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。师傅，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。怎么了？说。夏磊去那个舞蹈团因为不景气而解散了。你说他那么不容易，为了自己的梦想坚持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可是上天怎么就那么不公平呢？师父，您就让夏磊回来住吧，啊？求您了，师父。我让他回来，他就能回来了。那当然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帮你搞定。这孩子八岁的时候，我就逼他练剑，没少管教他。队里人都说，别对他那么狠。我不就是希望他早点成才，可他呢，天天的不正业。哎，话也不能那么说啊。别人不是说行行出状元吗？说不定他天赋真的不在这儿，他有他自己的梦想。您看，你管了这么多年，管来管去，他还不是喜欢他的舞蹈吗？那舞蹈团散了，他现在干什么呢？我哪知道？要不把他叫回来，你自己问他。干嘛要带我来这里？你的舞蹈动作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它是冷冰冰的，没有任何情感在里面。我不如坦白告诉你，发的舞蹈并不完美，但在他的动作里面充满了激情还有梦想，给观众一种力量，一种强烈的动力。你看这里的建筑，所有优秀的建筑它都有自己的力量。说的我都明白，可能我就是达不到你的要求。那天我在办公室里面看到有个人在天台跳舞，他跳得棒极了，简直好像是在飞翔一样。我想那个人不是你，
喂 ，Fly， 我很好。你问这干什么？我很好，谢谢你。我说过的，我会做到，我一定会找到好的人选。没别的事情，就这样吧。你刚才好像挺喜欢跳舞的。嗯，我喜欢跳舞，特别喜欢跳舞。是吗？哦，能跳吗？我能跳啊。真的？哎，我那舞蹈就是瞎跳呗。我以前也是跳舞的。哦。就练太苦了，把韧带给搞坏了，所以就换个行业。做经纪人。哎，你听过 Fry 吗？他就是我发掘出来的。啊，我当然知道了，大名鼎鼎的明星。哎，他的舞蹈真是太棒了，有机会让我见见吧。哎，你现在还带他吗？没有了，分开了。我想是缘分尽了吧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没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。这次我来中国，就想找一个比他更加棒的人。那你想找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前途啊？也许我永远都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。你今天带我来干嘛？哦，这里的冰淇淋啊，特别好吃的。是吗？等会试试看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个，甄慧的光盘。哦，是啊。哎，这不是 Fly 吗？嗯，应该是甄慧还是当她总监的时候录的。哎，郑毅，你可以给我发可以讲吗？好啊，你都喜欢 Fly 吗？对啊对啊，我喜欢了。好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吃吧，好吃的，试试看，好味道吗？嗯，下一个吧。好啊，很好吃的，我的比较好吃。真的吗？你试试看。阿波，你急急忙忙叫我干嘛啊？哎，夏磊，快！
快一点过来。等会儿让喝口水。什么音乐啊？快点啊！哎 ，Fly， 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以前看过他跳舞啊，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细致的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是内部的资料，还有他纯套舞蹈的演示。这跳太好了，太棒了，真的！哎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哎呀，好痛啊！这是一个商业的机密，也不可能告诉你的。说不说？哎，说不说？我说，就是申正义给我的，就光盘呢、啊，是他的妹妹的。对，哎对，申正慧原先跟我说过，他说以前就是弗莱的经纪人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夏磊，不是我说你、啊，现在舞蹈团已经解散了，哎，我们去找申正慧帮忙吧，他可能可以把你带进啊那个娱乐公司里面了、啊。不行，你又没有尝试过，为什么知道子子不行啊？你看丁笑进了公司以后，还是被人说三道四的。你看弗莱跳那么好，根本就比不上。你再说让申正慧看我跳舞，这不笑掉大牙呀、啊？那我哎，能把这碟子给我啊？我也好研究研究。你真的笨死了！这张光盘我就是拿给你啊。够哥们儿啊！我以后请你吃饭啊！好，钱钱让我看看钱，快！默默来了，我先走了。